那天你睡醒，一束强烈的光穿过了窗帘，于是你拉开了窗帘，外面的天气都有点耀眼，连上天都在暗示你今天的生活不能够摆烂，梳妆又打扮，吃过了早饭，奔赴今天的目标向前，骑着单车你左思右想，人生的确无法倒退，那就梦想永远不做，那梦也只能作废，一切光辉岁月在于你自己，在于事自认为，后来你终于想通了，在自己的这里里沉醉，记载